迎收看《金领天下》。为了要报复以色列呢，伊朗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幸好是美国总统拜登的一通电话呢，目前是暂时化解了危机，让中东的紧张局势呢是暂时可以松一口气。不过，伊朗这一次的空袭呢，也被质疑说根本就是演很大，要制造出呢很大的一个场面，却是最小程度的一个伤亡。但是，整个中东紧张的局势呢，也推升了国际金价。我们看到瑞银现在喊出说，国际金价呢，在接下来甚至可以上看每盎司$4,000的价位。而另外呢，美中科技战呢也造成了撕裂的世界。中国大陆呢已经下令他们大型的电信商在接下来2027年以前呢，必须要整个换掉外国的晶片。这也让包括辉达还有在这个 AMD 超微的部分呢，真的是首当其冲。另外呢，在台股的部分呢，也因为中东紧张局势呢，在军工股的部分今天是捡到了枪。在今天台股重挫的情况之下呢，军工股却是逆势扮演了一个撑盘的角色。在520之前，军工股还有再发挥的空间吗？我们看到呢，以色列呢遭到了四方空袭。不过为什么伊朗被质疑说他们根本就是演很大呢？看起来呢好像是大规模在空袭以色列，实际上呢他是要保住颜面又避免引发战争。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中东的战局啊是有点诡谲，但是已经讲了没有错，演很大。我们先看他怎么演好不好？他怎么演呢？就是伊朗呢，他发射了大概12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然后巡弋飞弹30枚，无人机170架，所以总共大概300架次左右。他是要报复这个以色列以色列之前有空袭这个伊朗的对外使这个使官，所以他就是做一个反抗，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复的行动。但是你各位就发现好像就一波攻击就结束了。一般来讲，两边国家如果有很大的冲击来讲，不会是只有一波嘛，一定是一波又一波。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军事攻击，我看起来是一个蛮失败的攻击，因为它90%的这个飞弹都被击落，无人机都被击落了。所以以军事来看成不成功，我觉得是不成功。但是你看伊朗的武装组织他自己怎么讲？他说已经达成所有目的啦，也都顺利完成，所以看起来这看起来是演很大的这个一个情况。那再来哈，你看外国的媒体在讲说，为什么你是不是打真的还是打假的呢？第一个，他选在距离以色列1600公里以外的这个领土发射飞弹跟无人机。各位来看一下这个领土就知道，他要打的目标在这个蓝色这个以色列，他是从伊朗发射这个飞弹过来，中间160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没有问题，大概10几分钟就到。但是你的无人机，他这次无人机时速多少？就170公里。各位算一下，你170公里的时速，你要跑大概8-9个小时才会飞到这个以色列，这是其一哈。所以你看，已经飞行了几个小时，让以色列有反应的时间。那其二，跟大家报告的是，以色列的外长就已经跟大家讲，发起前72小时，我就已经通知旁边的邻居了哈，还有美国，说如此一来就可以控制这个行动的后果。哦，在打你之前还先赶快通知一下其他国家，对嘛？所以是演很大，所以被人家怀疑其一其二演很大的一个原因。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次的战争或冲突，其实不管对被打的这个以色列还是打人的这个伊朗，其实两边内部都是有这个需求的。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说法？对这个以色列来讲，好了，以色列他本身的这个总理，他已经是担任15年的一个总理，他这次。他担任过3次总理，这是第三次。那这是第三次的时候，他是组一个联合内阁，总共有6个政党联合内阁。那这次组个内部其实蛮不太稳的。那是透过这次的这个战争或这次的冲突，我找了这个在野党的这个主席担任这个国防部长，双边一致对外。所以以色列对，所以对这个以色列来讲，他达到他政治的目的。那刚才讲说，那伊朗呢？伊朗是这样子。他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他不用选举，他当然没有选举的一个压力。他的最高领袖是已经当了几年，你知道吗？他是终身制，已经当了35年。但所以他没有选举的压力，但是他有内部经济膨胀的压力，所以他也必须要透过这次冲突来对内讲说，我们要对外抗争啊，我们要抗争来去忘却我们国内现在有过得多不好，所以我才想说，两边都很需要这个有限度的冲突。其实对美国来讲，是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一个局势发生嘛，对不对？你这个两边如果局势升高，如果超过那个线，伊朗如果这个把这个
中东的石油控制住了之后，那这导致全球的通货膨胀，全球通货膨胀导致美国最后如果没办法降息，还要升息，那美国的民粹又这么严重，那拜登年底还要礼拜选，最后川普就变胜选了，所以拜登那就很严重，一通电话就告诉这个以色列说，恭喜你打赢了，那请你不要再去做第二波的攻击。好，那以色列也就这个看起来目前来讲。是也蛮暂时就先没有要下一波的攻击。哎，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录影的时间是下午4点多，目前美国道琼期货也是上涨的一个格局，所以对台湾的投资人来讲，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有限度的，或者是到这边就暂时能够告一段落。不过，真的有战争的话，会不会让伊朗的经济是更雪上加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建军，伊朗他们的通膨很严重嘛，是将近50%。那么甚至呢，还有传出说他们一半的人都是活在贫穷线之下，甚至还有一些卖器官的事情传出。其实伊朗这个国家或中东，其实对台湾来讲是相对很陌生的。伊朗它本身产油嘛，它是全球第四大的产油国家，理论上它很富有。但是 actually 没有，它的贫富悬殊很严重。它的根据这个世银的这个调查哈，它的通货膨胀在2023到2024年之间到了44%，哎，这很夸张的数字。台湾大概2%的通膨率，我们就受不了。美国 CPI 3.多，就已经全球经济大乱，它是44%，所以实际上这是官方的一个公告，实际上它的通膨可能超过50%哈。伊朗的这个人口数是8200万人，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在贫穷线以下，所以通它的这个人民的贫富悬殊是差距很多。惨的情况有多惨呢？最惨的情况，它的最低工时大概是4一天哦，只有4美元，日薪是4美元，100多块台币，就是最惨最惨的劳工阶级，加班也只有5.7美元，但是他去买一个鸡，一只鸡也要5点多块美元，这表示什么？表示通货膨胀很严重。我的劳工就是最底层的劳工，我工作了一整天很努力，结果我只能够到市场买一只鸡去给全家吃。那教育、医疗、交通这些东西要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显示出这个伊朗的通货膨胀其实很严重，有63%连一半的生活费都筹不起来。所以我们讲说通膨很严重呢，那怎么办？就只要改货币。他现在的货币是叫做里亚尔。结果没想到呢，通货膨胀很严重，他就改成叫土曼，直接改到4个0，通货膨胀只能让货币的改制。但实际上，你看伊朗的贫穷家庭，祖孙三人住山洞，吃鸡血充饥。那我们讲说这个伊朗，大家对他很陌生，有些东西从包装杂志上才能够看得到的他的真实面貌。可是因为现在社群的这个平台很发达，就发现伊朗现在很多人在干嘛？在卖器官呢。以前我们讲说我穷到要去卖肾了，可能是在台湾是玩笑话，但在伊朗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它是全球唯一合法卖肾脏买卖的国家，所以肾脏买卖在伊朗是合法的。对，是合法的，但是其他器官是不合法。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伊朗它的这个管理这个国家的这个思维跟一般民主国家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你看内忧外患底下，在 Telegram 出售自己的器官，包括眼角膜跟内脏。那美国媒体检视这些都是因为要卖器官去养活家人。其实我看了这个报道有点淡淡的哀伤，蛮令人难过的。那没有办法，我活不下去了。其实他们是只能够卖肾脏，规定是这个样子哦。但是他们会找一些有利可图的黑市，所以包括眼角膜、其他的内脏也都会有卖器官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是中东国家，特别是伊朗特有的一个情形。各位想想看，眼角膜在台湾是怎么样？过世了才能够捐赠。眼角膜你只要一卖了，你的眼睛就是失明的。好，就是说我等于是卖眼睛的概念，好，卖内脏的概念。那甚至有人是什么去卖肝？好，它售价是只有新台币65万新台币。这些为什么？就是我一个成年人，你看都是30几岁在卖，都是一个家里的骨干，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出卖我的身体、我的肝、我的眼角膜、我的心脏去养活我的家人。这看起来是伊朗目前贫富很悬殊造成的一些家庭的悲剧。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台湾来讲影响的层面是什么？看到今天台北股市大跌嘛。对，好，那实际上古语有云啊，战鼓一响黄金万两，有没有人看到金价股就是一直在节节的上升，现在已经攀到2400美元左右。对，那
我们讲说这个金价过去本来有僵固性，但是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16%，比今年以来的股市表现来得更好。金价真的都创历史新高。对，那你很多迪妈就非常的这个好，鲱鱼的黄金都非常的值钱。那另外像石油现在也都虽然没有大幅的飙涨，但是呢也都停留在每桶$90左右。好，所以不管这个局势有没有得到控制，我们希望是得到控制，但是它对于金价、对于油价、对于地缘政治、对于通货膨胀都很值得我们继续来观察下去。我们要请教建勋，他们说国内大型的电信业者在2027年以前呢要淘汰掉这些外国的晶片，所以马上也导致了英特尔还有在超微的股价都出现了重挫。其实我们刚才讲说伊朗的空袭战是也很大，但是美中的科技战是拳拳到肉，一环扣一环，一波接一波。最新的这个中国工信部公告什么？他公告说2027年呢，我要汰除外国晶片。那大家就想说，哎呀，外国晶片其实英特尔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很大，贡献27%的营收，所以此言一出，政策一出，在上礼拜五就跌了5%，应声下跌，马上就重挫，看起来开低走低，完全没有反弹的迹象。那超微也是，超微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它的第三大的这个市场，贡献15%的营收，所以对于英特尔跟超微来讲影响其实都很大。我们讲说美中的科技战是拳拳到肉嘛，一波接一波互相互打，有没有？那美国的商务部其实在礼拜四又公告了14家的黑名单，所以拜登政府这几年4年里面已经公告了319家黑名单，哇，已经超越了川普的306家，比川普时期还要更多。所以这两个川普跟这个拜登两个在选举的抗中牌里面，只有更激烈，没有最激烈。就说这张抗中牌已经他们的国策，所以他们两个候选人之间会互相的角力，所以你才奔306家，我已经奔了319家。好，那当然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已经先把你说英特尔跟这个超微2027年我可能整个要汰除了之外，他马上也制裁了2家美国企业，而且冻结了这2家的中国所有资产，有没有？这个就是打真的很明显，你一拳我一拳，你一波我又一波，这真的不是打假的了，没有错，这个就很明显。好，那我们讲说这个美中的这个政策之间已经非常的明确，它是敌意螺旋，越螺旋越严重。但是这几些一些中美的这个企业，作为上市企业，我有营收，我有股东要交代，所以呢，他们还是想办法要求生存。好，我们来看华为最近公告了，他推出了一款支援 AI 的笔电，叫 MacBook X Pro。它里面呢，一打开来一看，居然是英特尔的 Core Ultra 9的处理器。华为的 AI 笔电用英特尔的处理器，对，很妙吧？你一听起来很怪，对，但其实不怪，对美国来讲，这已经是被许可出口的 AI 晶片，也就是说它已经不是这么商业用的，不是那么军规用的，所以已经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对中国来讲，我们要 ban 的是这个官方用的，那这种商业用的没有被禁止，所以呢就有这种混合体出现。因为英特尔也要干嘛？也要营收嘛。对，这个战争晶片的一个作者米勒他又讲说，他还是很多美国晶片的重要市场，不管是英特尔、博通、高通，还有 Marvell， 它的营收都高出许多，甚至超过美国本土，甚至比美国本土。所以他们要去中化的话，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到，不太容易做嘛。所以你看，讲说政策上是你打你的马，我就打你的狗，是这样子，你来我往。但是实际上，中国大陆，你看它也要攻它的高低税，它也要特供版，就像 H100 的特供版，中国大陆就是 H20，那高低税也有高低税的特供版，中国大陆市场没有办法一下就放掉，不然营收会跌太多，这个股价也会跌太大，投资人会受不了。好，不过在华为发表 AI 笔电中呢，出现英特尔的晶片之外，华为他们现在在上海呢，也在建造这个比较大型的半导体设备研发中心，而且他们寄出的薪水2倍的高薪要抢人，但是大家还是不愿意做，因为他们有一个007工时。到底什么是007工时，会把这个员工都吓跑了。好，我们讲说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两边的这个工作气氛有点不太一样，所以高启权在紫光的这个副总裁退休之后就回到台湾来了。那我们讲说中国大陆现在内卷卷得很严重，因为职位很少，那个他的这个失业率很高，所以大家就开始比工时嘛。你不管是2倍的薪水，实际上我听到他中国大陆来这边挖台湾的是不止2倍了，3倍、4倍、5倍我都听到。但是大家对于文化会吓一跳，特别是工作文化。刚刚斐云特别讲了什么叫007。
好，我们先讲九九六好了，这几个小档案，你跟他报告一下。九九六、八八六、七一五跟零零。九九六就是早上九点上班，九点下班，每周六天叫九九六。八八六以此类推，八点上班，八点下班，每天工作六天。七一五比较特别。七点上班，中间工作十五小时，就到晚上十点，中间只有休息一个小时，全部都超过十二个小时，而且都是工作六天。但是没有讲到零零七，对不对？零零七什么叫零零七？从半夜零点到隔天的零点，七天都是如此，就是全年无休的意思。所以你有本事拿三倍、四倍、五倍，但是你要有零零七的肝，好吗？